是你包扎的？那还用说？你是怎么搞的？当了这么多年的兵，怎么连一点阵地救护的常识都没有？嗯？他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了。我受伤挂彩是家常便饭，都是这么包的。你和他不一样。他不是女人生的。你，唐大哥，唐大哥。 我们的队伍把老百姓都给撤走了，鬼子像没头的苍蝇，到处搜山呢。哎，他会不会死啊？呸呸呸呸！闭上你的乌鸦嘴啊！长发，他的伤口已经感染得很严重了，咱们得想办法尽快的把他送到战地医院，要不然这有可能。 据说，很多人都看到了这场面。只要马上有漂亮的女人，大家就能断定那汉子是谁。几十年后，当我缠着长发叔，让他讲当时的感受，他只是说，打过那女娃子一个耳光，欠他一个人情。我觉得不像，因为他的眼睛和平常不一样。 郑书记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有时间我们谈谈好吗？你规定的期限还没到，到时我会报道的。你的事儿，地委的同志已经跟我讲了。我想，你不是来找长发的吗？你干嘛总缠着我？
醒。不好了，鬼子来了。在哪儿呢？搅了老子的好梦。你梦见啥了？是酒还是女人？啥都有。听说是你一口气把他从战场上背下来的，跑了200多里啊。听说你比马跑得要快，是真的吗？你歇着吧。长发，我甄书记。哼，甄书记，我可不是来看望那女娃的啊。此地无银三百两。啥意思？狗屎的，回去再和你算账。甄书记，说的不好听。什么？这狗日的！只有孟司令说的好听，狗官。是你呀？你怎么了，长发？慌慌张张的。啊，没啥，没啥，没啥。哎，那个啥叫什么银子？还300两。有那么多银子，不成财吗？你说的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吧？大概是这意思吧。这呀是一句古话，古人是说呢，这个曾经有一个人，看什么呢？哦，那个姑娘，她已经在这儿坐半天了都。她来干什么？她说。他在等人。等谁啊？你。我？你就说我不在，我走了。他都已经看见你了。真的？睡了，跪也跪了，礼也赔过了，头也磕破了，还想咋的呀？要不给你把菜刀把我剁了算了。你没良心！哼，我娘生下我连热心都没长全，哪来的良心啊？你心里另有人了？没有。俺呢？咋了？病了？病了去找大夫。你才病了呢！俺是说你心里还有没有俺？你是好人，救过我的命。那他呢？谁呀？就是你救回来的那个受了伤的陈的妹子。是，别瞎说。想让我死啊你？
到底想咋样吗？哎呀，你居然！你疯了？你想让司令员毙了我？他不许我再睡你们。那天俺都听到了，甄书记说，等抗战胜利以后再说。这抗战不是没胜利呢吗？别哭了啊！你先回去吧，以后再说。一直到抗战胜利。哎呀！哎呀！你咋了你？啊！我的腰，腰。听说那天你背着城里妹子像马一样的跑，腰哪有不扭伤的？来，让俺瞧瞧。你懂啥？还不快去叫大夫？哦，那俺就去，你等着啊，等着。哎呦！妈妈的，是女人也能睡出麻烦来。你要走啊？嗯。你们去哪儿啊？回去。年轻的尸首还没葬。再留几天吧。你们在赵庄立了功，政府一定会考虑的。摔了锅收锅，打了碗收碗，各是各的事儿吧。没白交你这个朋友啊，好兄弟，加义气。常大哥，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，在赵庄，你咋想起那种办法突围的？啥办法呀？逃跑就是逃跑呗。这招老了，十几岁我就用过。我杀了一恶霸，被关进县里大牢等死，就用这招逃出来的。如果您就再等等就好了。你回去带我给你舅爹磕个头，说我老常认他老人家做爹，有功夫一定回去看他老人家。常大哥，如果我们兄弟早跟了你，说不定也成英雄。你们都已经是英雄了。你就是，我不是。
甄书记，甄书记，吃饭了。哎。老方，你刚才去哪儿了？去送草蛇。草蛇？嗯。二娃子走了？对，他去安排好泥鳅的事儿呢，就回来报道。哎，你等等。这是司令员送给你的，他说他欠你一顿酒啊。司令员来了，他人呢？本来是要跟你一起喝的，临时有事要处理啊，只好走了。司令员嘛，就是忙。可不是嘛，总有那么一些人呀，没事儿找事儿，硬要惹出点麻烦来，他不忙不行啊。又咋了？鬼子进宫了？没那么严重。有人抢了骑兵连的马，人家告状告到司令部了，他就去处理这事儿了。连自己的马都看不住，还当啥骑兵啊？先把他撤了，再找那盗马贼算账。抢一匹啊，赔两匹。八路军再好说话，也不能做这赔本的买卖。那你说这账该怎么算？这还用说？先把他。这不是说我的吧？你说呢？有本事找我老常啊，干嘛把状告到司令员那儿？你还是把这东西收回去吧，算是将功赎罪了。陆姑娘都跟我说了，这是功是过，一时半会儿还说不清楚。不过，你救回一条命，这是实实在在的。所以这酒还是归你了。狗日的，我就知道是这狗日的，除了他，天王老子干不出这种事来。孙队，进去。这狗日的，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？扣押甄书记，你敢下我的枪，现在又抢了骑兵连的马，哪条都给我枪毙的。司令员，我不要解释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功过不能相抵。你怎么处置我吧？还是甄书记决定吧，你是他的警卫员。现在啊，先喝酒。陈方海。刀拿我来。是。我和甄书记陪你喝酒啊，算是给足你面子了吧。来，司令员，你还是先说怎么处置我吧。你喝不喝？陈方海。刀，把酒拿走。是。哎不，我喝，我喝。甄书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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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孟司令，咱们的马回来了。嗯。Thank you.
长发，怎么刚来就走啊？不看病人了？没办法，忙。哎，刚刚听说你没事了哈？什么没事了？没事了就是，你还是甄书记的女人呗。关你什么事儿？当然了，只要是对抗战有利的事儿，都关我老常的事儿。嘿嘿，那个，昨天听他们区干部向甄书记汇报工作的时候啊，还谈起你，说慧文同志是个好同志，表现得特别好。甄书记听了，脸上乐开了花了，就像喝了几坛子好酒似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呢？我觉得甄书记挺待见你的。干嘛？你想当媒婆啊？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。那个，我老常吧，什么事儿都做过，就是没做过媒婆。就算你帮帮我忙呗，以后我就叫你大姐了。你到底让我帮你什么？你也知道，我老常的枪丢在赵庄了，现在连根烧火棍都没有。甄书记吧，小气的抠门，配我枪。我要是能帮助你们俩这事儿吧，说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，发我七只八只的二十响大肚盒子。感情你是拿我换枪了？亏你想得出来。哎，是商量商量吧。哎，再商量商量吧。没得商量。哎，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好笑的？哎，你管得也太宽了吧？哪条规定上写着我们不能笑啊？在别人面前笑可以，在我面前笑我看着烦。烦？我看你是睡女人睡烦了吧？你有完没完？不就下了回你的枪吗？老子一让再让，给你个鼻子还蹬脸了你！哎，你牛气个啥你？不就是会睡个女人吗？老子睡了，你想咋样？你有胆子睡就别下跪赔钱啊你！你想怎么样？枪都没了，你还牛气个啥你？老常，别冲动啊！老常，你要干啥？哎，老常，别这样啊！老常，老子再让你一回。你这是何苦呢？有话好说吗？来，我帮你包上。躲开！你流这么多血，你说你这是干嘛呢？啊，逞什么能？把自己的身体当靶子呢？什么行？什么做法？军阀、流氓、土匪，你不是最怕当汉奸吗？把枪口对准自己人就是汉奸。我没打他。把
拔枪对准谁都不行，包括你自己。嗯，我认罚。罚？罚你是轻的，像你这种人，根本就不配当八路。甄书记，你怎么罚我都行，就是千万别赶我走。我从营长降到排长，又从武工队长降到警卫员。甄书记，今天的事情不怪他，怪我，都怪我这张臭嘴。其实，老常说的对，我就是因为上次丢了脸，心里总是觉得不是滋味。一个锅里吃着，一个炕头睡着，一起新军打仗，一起流血拼命，你们觉得这样闹来闹去有意思吗？我什么我？对付日本鬼子，你勇敢，你威风，你英雄。可是这种英雄和威风，不能乱用，尤其不能用在自己人身上。这是啥？我限你三天把它给我背下来，如果错一个字，你立马走人。你还是毙了我吧。你是舍书还是舍命？舍命。你是秀才，不知文盲苦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让我三天，三年也背不下来啊！没读过书，不识字。不会就学吗？你娘生下你来就会骑马，就会打枪，就会喝酒，就会睡你。笑什么笑？有什么可笑的？老常，老常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慧文，戴政委，你是找？哦，我谁都不找。那正好，我正要找你谈件事情。谈什么？谈谈你跟大秀才的事儿。这事儿也归您管啊？边区暂时没有婚姻恋爱这个部门，我这个政委就代管了。不过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那我就不参与了。哦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就好办了。好办。第一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跟着你啊。好。第一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第一，一切行动听指挥。第二，
不拿群众一针一线。我没拿。坐下。跟着学。跟着学啊。我真的没拿。第三，一切缴获要归公。第三，一切缴获要归公。詹书记，你还没发我枪呢。你的枪呢？我的枪丢在赵庄了。那玩意儿没草料，还不如块半头砖好使呢。想不到我老常也有走麦城的时候。谁说你走麦城了？你在赵庄的表现很好吗？军人丢了枪，秀才丢了书，女人丢了脸，三件倒霉事儿，让我老常摊上一件。你哪儿来那么多奇谈怪论啊？你到底还学不学？我学，我学。第五，你还没说第四呢。你笑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想起长发来了。长发，我听说他背着人跑，比马跑得还快，是吗？是啊，我倒觉得呀，在某些时候，他可比依然可爱多了。看来你对这大秀才的意见还蛮深的啊。第五，不打人骂人。第五，不打人骂人。第六，不损害庄稼。第六，不损害庄稼。第七，不调戏妇女。第七，不调戏妇女。第八，这书是谁写的？毛主席啊。啥？毛主席也知道我睡女人的事儿了？陈书记，是不是你汇报的？我，长发，先等等。像是你汇报，那就是待证人。要不，难道是孟司令？我只不过是下了他的枪嘛，后来我还给他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先接着学。这件事情啊，不行。长发，你小子讹上我们了是不是？你们把我老常睡女人的事儿告到毛主席那儿，还不许我说说？你这是说说吗？你是兴师问罪来了？反正我的脸让你丢尽了，你爱咋说咋说呗。大秀才，怎么不说话？他是来找二位首长评理的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哎，他可是你的警卫员。长发，这么跟你说吧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是为哪个人定的，他是咱们共产党八路军的纪律。你既然是八路军的一员，你就应该不折不扣的执行。对照书里所说的，改掉自身的毛病，你还是好同志啊。那你们让我丢了脸，总该表示表示吧。表示？表示什么呀？啊，你睡了女人还得我们给你记功？没枪毙你就是对你最大的表示了。我还立了功了呢，总得赏点什么吧。我说呢，你怎么死缠烂打的不肯走呢？你小
既然有本事把枪丢了，就该有本事把它找回来。你听好了，要枪没有，要命更不给，滚吧。完了，不管怎么着，还想让我请你吃饭吗？我老常辛辛苦苦想了一晚上的计划，就这么完了？走吧，还等什么呢？是甄书记，我的问题咋解决啊？啥问题？枪的问题。要枪没有，要命不给。我说的是正经的。我没说你的事情不正经啊。不过枪我没有，你找有枪的人要吧。有枪的人，他们都有枪。可是，自己动动脑筋吗？想不出来就睡觉，睡醒了再想。走。去哪儿啊？换药去啊。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他这是怎么了？神经兮兮的。老常啊，跟上鬼了。跟上鬼了？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啊，这老常一天到晚往医院跑好几遍。你把话说清楚。郑书记，我是听说老常又喜欢上陆姑娘了。什么？医院的人都这么说呀。陈法海，到。这种事不能乱说，搞不好会破坏同志间的关系。是。那这小子真是见一个爱一个。所以说嘛，他这个人还说。是走的，就今天，刚走没一会儿。哎，你别拽着我，放开我！常大哥，常大哥，你咋才来啊？大夫还等着给你换药呢。咋了，常大哥？哎呦，你跟他说啥了？谁？你说谁呀？别跟我搅糊涂。厂里的那个妹子，啊，没说啥。是你把她赶走的？俺没有，俺就是跟她说。说啥？俺已经是你的人了，等抗战胜利以后，你就娶俺。这不是俺说的，是你自己说的。娶你个大头鬼！